这一时的耽误，倒霉的他又被军营里出动。
准备潜入通海抓捕赵越泽，以求在处座面前立证自己的清白。没什么，晚上站岗的事儿。许夏荷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这金龙谷除了这条路，就没有别的路可以过得来吗？没有，通海四面环水，陆路就此一条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除了陆路，应该还有别的路可以过得来？水路啊。能游得过来吗？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可能性，水流太急，一般人的体力不够，整个经营只有一个人，花小六游上了。那到猴年马月的事儿，我跟兔子打了一个赌，游过那么一次。怎么游过来的？就是在江底的石头上系个绳子，摸着绳子往前游呗。游了多长时间？那我记不住了，反正挺长时间。那绳子还在吗？那都这么多年了，早被江水冲走了吧。行，你们接着上来吧。徐家河，我在想，这国军白天建设这个金龙谷的地理位置之后，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突破金营，我们呢守家待地，补给充分，而且守着这个先天的地理优势，国军是处于劣势的，他们不适合打持久战，所以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的速战速决。我估计啊，他们一定会出其不意的进行行动。今天晚上很关键。吃饭的时候不聊公事。哎，你尝尝新酿的糯米酒。怎么了？怕我下毒啊？啊，不不，不是，我是觉得这个国军就在对面，随时有可能攻过来，这个时候喝酒不太好。我们经营有我们经营的规矩，几百年来打仗之前必须吃饱了喝足了，死也不做饿死鬼。本姑娘给你倒的酒，你到底喝不喝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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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，喝，喝，喝。那个，就这一碗啊。药厉害吧？别乱摸。没事儿。不把它放倒了，我们晚上怎么消停呢？对面怎么样了？对面国军没什么动静，好像已经安顿下来了。通知弟兄们准备行动，送他们个大礼。好。哎，回来，把他扶床上去。
我服。李静兰完成了伪装，尾随在了许夏荷队伍的后面，准备下山刺杀古克松。而另一边，谢帝依然在不停地寻找。静兰姐，静兰姐，静兰姐，进来。师座，师座，委员长，敢死队那边情况如何？报告师座，一切准备就绪。现在时间还早，让他们梦到他们爷爷的时候，咱们再上去。时间就定在11点，让弟兄们好好休息。是，去吧。师座，晚上有行动？古克松不说过吗？金营最喜欢夜袭，几百年来成功击退入侵的夜袭占70-80%。我估计啊，他们这一次对付咱们也用了这一招。我告诉你，这些帐篷都是空的，就等他们来，来的消灭，不来的也得消灭。明天我可以到古家喝茶喽。师座，古克松那小子怎么办？能不能活命，就看他亲爹表什么态了。那许冬梅呢？他是特务处的人嘛，面子总是要给的，要好好招待他，让他做个见证。咱们这一趟辛辛苦苦，不就是为了给上面献宝吗？师座，这许冬梅毕竟是通海人，咱们这趟过去把他们家的祖坟给挖了，他还能替咱们说好话吗？哎，他不就跟着咱们一路了吗？啊，挖坟掘墓也有他一份，他早就是咱们一条船的人了。哎，师座，我出去看看。好。八曹也带着古庆夫的命令潜入军营，准备营救古克松。办法让他们加入军营。大组长想高价聘请几个女人上山给他们做饭。女人？
师座啊，有外人潜入，古克松和许冬梅逃走了，那还不快追啊？是，慢。许冬梅是通海人，金龙谷被封住了，跟着他，看看还有没有第二条路，能够通往通海。是，快去。八草君，古克松不能活着回通海，你为什么阻止我杀他？兰子小姐，古少爷不能杀呀。你别以为你穿着这身金营的衣服在这杀古少爷，就能嫁祸给许家。别忘了，这可是国军营地啊。你这样做，只能让古许两家更加团结地对付国民党。明白吗？可许冬梅怎么回来了？许冬梅是谁？哦，就是许夏荷的妹妹，六年前离开通海。不过这次突然出现在国军营地，而且还穿着他们的衣服，这很奇怪啊。帮我盯住这个人，另外，今天晚上的事儿谁也不许说。明白。好吧，兰子小姐，我送你回去。怎么样？我们已到家面，发现吴克森与徐德梅已跳江。跳江？是。师座，徐冬梅和古克松跳江了，水流很急。我们的人跳下去，还损失了个兄弟，结果捞了半天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估计是凶多吉少了。你们干什么吃的啊？连个娘们都看不住啊！师座，我们都听您的，是您让我们跟着就行了。谁知道他们会跳江啊？徐冬梅一死啊，我那罪名就落实了，我怎么向头主交代？师座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攻下通海，献上玉海棠，不然回去也是个死。这都这么晚了，静怡营的人还没来偷袭，会不会是想和谈？哦，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？管不了这么多了，他们不干我干。今天晚上你守住埋伏圈，马上通知五四要准备准备，十分钟后率敢死队攻城。是，快去。弟兄们，今天晚上咱们这是敢死队的任务，就是要去攻破夺命锁。相信你们都知道，这夺命锁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我也不知道这一仗打完有多少人能活着回来，但是咱们是军人，军人的天职就是要服从命令。弟兄们，这有可能是我五四要带领你们打的最后一仗。如果还有来世，我希望咱们还是战友。我在这里谢谢大家。
金兰姐，你没事吧？姐，我迷路了，我好害怕。没事，跟我走吧。 可松呢？我去晚了，他被许冬梅带走了。许冬梅也回来了？许冬梅在军营里，估计大少爷跟他一块回来的。哼哼，看来这叛徒不光出在我们谷家呀。老八子，你知道许冬梅把柯松带到哪儿去了？我看见国军在后面追他们，逼他们跳了江。 我也跟着跳下去了，可是我什么都没捞上来。柯松跳江了，对。老爷莫急，许冬梅和少爷都是通海人，知道可以从水路求渡。国军的人在山口堵着，他们想跑也跑不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应该会走水路，钱会通海。可是水势险恶，一不留神就……再说了。 沿江都是许夏荷的人把守，万一客从落在他手里，那就麻烦了。老八子，带人沿江搜索，记住，千万别惊动金银营，一定要把少爷带回来。快去！明白。啊，少明，你等着我。 准备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师座，让许夏荷跑。
你说什么？咱们的埋伏圈布置的万无一失啊！啊，20多挺机枪对准了打，怎么着，连一群土匪都拦不住吗？听见炮声了吗？进义营那边打起来了，许夏荷被吓跑了。进了埋伏圈还能跑掉啊？这群土匪成了神仙了。师座，他们没进埋伏圈。我想起来了，炮声响之前，我好像听到了枪声。这枪谁打的？师座，是在下一时紧张，抢走了火。老子毙了你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下去。是。走。想起来跟我谈了。行啊，那你们先把武器放下。好，我们一起放下武器，我数到三，怎么样？一。
怎么样？夺命锁实在是攻不上去，武营长在撤退的时候遇到了许夏荷的夹击，估计是凶多吉少了。什么？你干嘛？快过来帮忙，我要先把子弹取出来。哦。溅了这么多血，你都不怕？我从小就跟爷爷学医术，嗯，这点小伤。伤亡30人。什么？敢死排全部阵亡，武营长生死未卜。死了，全都死了。我30个精英居然死在一群土匪的手上。这帮混球，就算老子把整个师调过来，把你们全给灭了。田副官，在。马上发电报回去，把2团3营、3团2营都给老子调过来！我就不信，我灭不了这帮子土匪。是。
肩上的堡垒。你拥抱就像夏天的阳光，我的世界就被你照亮。你眼神就像灯塔的光芒，我的孤船就有了方向。在没有你的地方，冷风刺痛我的胸膛，在没有你的心港，我的梦在流浪。地球是九滴眼泪，风吹过年华如水，时光一去不再回。地球是九滴眼泪，每一刻如此珍贵，你是我肩上的